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：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求你荣耀你的儿子，让儿子也荣耀你，如你把管理全人类的权柄给了他，使他赐永生给你所赐给他的人，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，你交给我要做的工我已经完成了。父啊，现在让我在你自己面前得荣耀，就是在创世以前我与你同享的荣耀。你从世上分别出来赐给我的人，我已经把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了，他们是你的，你把他们赐给了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现在他们知道你所给我的无论是什么都是从你那里来的，因为你赐给我的话我已经给了他们，他们也领受了，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那里来的，并且信你差了我来。我为他们求，我不为世人求，而是为你赐给我的人求，因为他们是你的。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你的一切也是我的，并且我因着他们得了荣耀。从今以后我不再在这世上，他们却在这世上，我要到你那里去。圣父啊，求你以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好像我们一样。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因你赐给我的名，我保守了他们，也护卫了他们。他们中间除了那灭亡的人以外，没有一个是灭亡的，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，我还在世上说这些话，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。我把你的道赐给了他们，世人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世界，像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使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他们不属于这世界，像我不属于这世界一样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，我也怎样差他们到世上去。我为了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，使他们也因着真理成圣。我不但为他们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像父你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一样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让世人相信你差了我来。你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了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，让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并且知道你爱他们好像爱我一样。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赐给我的人也和我同在哪里，让他们看见你赐给我的荣耀。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，公义的父啊，世人虽然不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你，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。我已经把你的名指示给他们，还要再指示，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